你看，你看，这兴奋的。哎，少年的，表演者来。哦，洗个清气灵气，这只洗个清气溜溜。今日来少年的来表演者，来，唐婉腿去嘞。唐婉腿表演一下来。今日唐婉腿来，来，今日来，唐婉腿来，今日来，丢。对啊，你这唐婉腿的。你还记得呢？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！哎，洗个清气溜溜。叫什么名字啦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你跟我讲，你叫什么名？来这边这两天队伍。名叫什么名？我未记啊。我未记的，叫什么名？我未记的。你叫什么名？黄文义啊。嗯。哦，洗个清气溜溜。都叫谁哈？都叫谁哈？这样呢？嗨，帅哥！帅哥，你的唐婉腿？我阿宝较歹，所以你也是点食。小朋友，小朋友。伊要收来，甲会失土。啊，朋友，我搁一只，朋友，哦，这只较好，这只脾气较好。阮阿宝较歹，拢会咁歹，哎呦，拢无要紧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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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你来来来来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你的汗臭较好诶，哦嘿。如果这边的就好了，那个那个叫啥？今天睡觉都快哦。哎，较快。睡觉较快。哎，固定的啦，印记者。那么老印记。你能吃一条筋大只哈？哈哈。那脚腿就粗的，对对啊。啊，老头我吃有呢吼。哦，哎，断了起来。当当当当当当。伊个爱食爱味啊！你无来，甲你提煮。黄小宝，啊。这汤品吗？892。一条筋的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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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。你来，你拢共尿尿，人去吃。你看，施展也弹弯腿的好啊！他好漂亮哎！来108毫米哈！伊个弹弯腿足高水个，伊个足水个安尼啊，伊这个。形象好看哦。哦，好漂亮哦，棒！你跟我阿爸无同款。帅，这个来给你听，再给你介绍一下。人伊是帅哥呢。系啊。帅哥，无怪恁阿爸来咯。系啊。我做淡定个。你个感受。对啊，他躲在这儿呢，嗯，他躲在这儿。阿宝来，在这边，男朋友在这边。男朋友呢？你看，
帅哥在这里。你有淡定不？哎呀，等下柜台啊，你有淡定。在，在。你刚才听有敢听无？是啊。啊，搁一只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搁一只，啊哈哈哈哈哈，搁一只，他穿袜啊。黄小宝来。啊，这什么广告？这什么广告嘞？他那个什么边境有护的，你上次有买到它？对呀、啊，那个怎么卖我都忘记了。它一盒是五百。哦，这只嘛大只哦，这只嘛大种。混到土狗。哦。有买吧？他跟人家报来送呀。哦，是洛卡，这只好不好？洛卡。好了好了。来，阿宝，要跟你小男朋友。来来，没看到啊。你别跳了，别跳了。好来，下去来，你来。哈哈，我这也敢派，我阿爸敢派。赶快，他自己很凶。很凶哦，哦。来，好，行。阿伯林哦，哦。风师爷，进来。坐好，风师爷。这个训练了呢。小小风师爷。你来，你来，我来。你来，你接啦。哎哎，偏啊偏，狗啊，就迄个偏足厉害。嘿。嘿。嘿嘿嘿，伊拢会吃偏伊身躯迄味。我厉害，为狗啊，放去一礼拜哦，家己转来。嗯。啊，饲狗袂歹，够厝，就好用诶。啊，细只较出气啦。嘿，较细只较好携带，迄较大只哦，有哪早就有人唔知会惊，啊，其实袂歹，只也食乖。啊，小小小狗在那边呢。小小狗呢，给你看，那只小小狗，你看。加乖，嗯嗯嗯，你吃，我只吃你吃，你来，你来来，你来吃，来你来吃，奇怪，很奇怪啊，这，对，你来吃，这奇怪。你看一条筋哦，啊，生遐长，生遐深落，挽袂起来，你看。哦，伊迄个筋，筋落去迄个土地顶遐深落。顶土地。对。哦，迄个是一条筋。嘿，够深无？顶土地。嘿啊，有够深啦！迄条，迄条筋啊，发咧土地遐深无？还有啥规尺长？啊，迄个。嘿啊。嘿啊，我看迄个遐长，迄个两尺，两尺以上啊。你看，那那个都是两尺以上深入地土底里面的。没有，因为它这已经是特价了，我帮一般查的，我们是不打算。那个要挖很深才挖得到。没有再给你 A 什么的，因为一般查的，我们这是不打算。有了，你来清一下 A 什么？你来给你清一下。好，谢谢哈。好 ，OK， 好。行行行行，阿宝，你无去再见，你来你来走去啊，你来走去啊。阿宝是安尼，看到伊只是气甲，气甲气甲。OK。
得得得得得得得。你知道，迄温热火的，你知道，好、哦。伊迄边啊，种迄个一条金的鱼啊，在遐。你有看？挑竿无？还有谁？你那个同事要买是不是？没有啦。哦，你看。一个糖。阿宝告诉伊，要去贡藤吗？有要去无？嗯，来去。遐还在汽车。来去贡藤看嘛。我不要，因为我那个糖分哦，我不能吃太多。啊，你得看阮食就好啊，你去食鱼啊，鱼啊。鱼啊。鱼啊，遐有鱼啊。阿宝。坐着，嗯，坐着。趣味哦。有啦。我靠！他那个弹跳弓，他腿那么短，还跳了。哎呀，你看下短短哦，我咪在笑讲，哎，脚短，遐短，佫跳啊高。因为他身体长，他弓起来带动那个长度。像您说那个观光下来，我们看看有什么活动的时候，我们来配合再来。那个你们跟我们讲好的时候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的是，不管是光是我们，你只要平常养成你有一种课程研习营，你当讲师是可以用这样的收入的方式来开课，啊，我们就是要凑出这样的一个专案，然后就对外宣布嘛。你就对外说话肚兜嘛，那个他们很喜欢嘛。要有人啦、啊。要有学生啊！你们要啊，学生再来招，因为你没有一个那个简章哦，嗯、你光用嘴巴讲都没有用。对啊，刘先生，你就开始准备，就准备走简章，然后大概课程内容是怎么样？啊，我是哈、哦，然后我会拍预告片嘛，对对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有一些我可以拿来简介进去的，我就先剪辑。肚兜嘛，肚兜也可以说我们这里哦，可以最简单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。哦我要讲，我们走的高档啊，就是说，这个有钱的啊，小三也好，或是什么大老婆、小老婆都 OK。然后他呢，想要让自己提升，还有个心灵的什么样的这个认同度，是不？啊，那我嘛去金门，那我嘛得些什么奖？啊，奖里面就会有一个项目是包含。老师你来对，这个、自助行销你来对啊。手帕也、哎，其实哈、哦，我常觉得那个棉布的手帕也很好。对吧？啊，只要美的东西都非常美啊。刚才牛仔裤给他围两朵花，你敢画？那条牛仔裤是画起足水的。真的有一点感觉。啊，围，嘿，小姐一件牛仔裤卖几万块，你看伊要随便人去围无？无嘛，对不？啊，也是啊，提一件你感觉讲。你自己要练习啊，一件较好的，老师给你画嘛，安尼就好啊嘛，有理无？啊，我来给你收偌济钱，我唔知要给你落。对啊。这个足好食的，好够啊。好。来，阿爸下车。阿爸下车，买糖吃的。阿爸下车。什么锁？咩？你相机有在内底无？我阿爸锁。阿宝，你要跟陈金福爱修合照子的，啊，那要跟陈金福合照子。哎，不能吃太多哦，糖分的，你忘了，也不能吃太多。那，喝茶，喝茶是吧？那每一种都很好吃，每一种都很好吃，每种都很好吃。每一种都很好吃。
鱼的也蛮好吃哈、哦。两干，两干罐。我今天这个大的。四四都一样。大的，来，这个。你查了刚才有一包了。鲑鱼的，试试看。这个多大盒？大块。啊？大块的，这个小的，这个大块。啊，这样一块一块的。对。伊个就是这种装的，切龙虾。不是吃的，是大块。哎，这个切龙虾。完后面还有顶级干贝酱、高钙的小黄鱼干，都可以在后面试试品尝。这里比较假。那家超市。那边后面有那个鱼竿，吃鱼的，从这边走啊的。哎。吃鱼的在这边，哇，人变这么多，来来这边，这边人比较少一点。Fish, fish, fish。对，这里有鱼的，这是鱼的。来救恩，救恩机家嘴来。你们是同个导游吗？对啊，整个团队也是同个。哦，都是同个。对，一般的哈。对啊。三三来一包，还要谁？这个多一包对吧？对。还要谁三包？要三包多少？加值。三包你要跟人家合比较便宜，没有合就要送你一包贡糖啊。你们谁还要三包？买三送一的。买五送一的。哪有送一啊？没有，买这个不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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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还去吃鱼？好啦，好，我要买这个。哎呀，买鱼呀、啊！这个是贝壳的，这个回去的。甲壳类的。你买两包回去给同事吃。好。他喜欢看热闹啊，每次客人来或带来这边，他就喜欢跟啊。他看这么热闹。哇，怎么这么辣？怎么这么辣？是这个。老板，好，这个的话，这地方一块钱。
不错吧啊，我买就很我们两个合买啊，没有合买，嗯，好了，把宝贝带出来，嗯，啊，带完了，哎，这阵做得好好的，哎呦，好可爱，嗨，这个买一包，两百二，两百二。你在，你别在家。啊，你不是要跟我合的吗？不要那么多。要哪一种的？你变成包了，好不好？甜的，这个甜的，这辣的，这甜的，这甜的，甜的，辣的。你们搞搞的？不要搞哎！这个人傻，这个辣的。啊，这是一本生蚝，这个一米长，就一米长才有哎。好的，我把你拍下来了，两个，拿给我儿子看。两个，然后呢，这个两个。不要不要，这个辣的，不要这个辣的，啊这个呢？然后那个。要买一个吗？一百块。对对对，这个呢？这个甜的。这个躲在这边。这个是辣的，辣的几包？没有。这是甜的。甜的。这是甜的。那我买，买一瓶这个红酒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各两包嘛。带回台湾。明天结账，你叫一个客户在吃咱热火。阿金，免做啊，来我爷，我来写。热热火，我们热火啊，热火、啊、民宿的啦。哎，热火，写热火。
烤色干，啊，两边个叶子来，来了来了来 了。哦，对了，买回去吃就对了。哦，该管。啊，我加温食啦，加温食啦，啊，唔较紧。你卖，人佮要送，你佮讲卖气散嘞。我只一罐尔，就好啊。我个。嗯。今天嘛热火的啦。哎，啊不，四千热火。好，欢迎。红旗的。啊、你拢摕无着，这个才是红旗的。我摕红旗的。哦吼，你爱食红旗，红旗好食，比较好食。好啦，剩下放喺车才来处理啊。我来去煮好啊。嘿，我煮给你吃啦，无问题啦。我煮给你吃啦。我煮给你吃。我煮给你吃。啦啦啦啦，我煮给你吃。阿宝，你要吃哪一种？他好乖哦。好，够乖，文姐。阿宝，你要吃对种，你袂使吃，你吃了毛会烂掉掉。他好乖哦。我先吃个弄哦，还袂遐热。黄小宝，黄阿宝，阮一个阿宝，哦，一乖，一乖人安尼，若买物件嘛看甲叮叮咚咚的，阿宝好乖哦，热吼，豆腐乳，因为好吃。好啦好啦，互你放无问题啦。放个放个伊遐啦。系啦。我们来才有的。我着买爱一个红曲。红曲啦。买也是讲啊，三罐够较俗。麻将无感觉，较俗啊，较俗。对啦，迄袂贵。袂贵啊。一罐百外块呢，那个。嗯，袂啦，这拢袂贵。金门我也讲过。迄豆乳其实是真好食。真好食。啊，配面哦。配面，我甲你用煮面甲淋落做。哦，面线。我要米线哦，我要米线。妈妈，我来你这里，我吃好多。你吃过我用哦，赞米。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哦，好可怜，都一个人吃，好讨厌哦。还豆腐乳是咸的哦，祷告，受洗祷告，让上帝帮你排一个。没有味。啊，你看，黄小宝行到嘴盖开开，欢喜啊！你是讲咱咧讲啥？咧讲到这欢喜，看着。嘴巴开开。不是啊，因为一个人听到好。电话来了，电话。要回去了，要回去了。喂。他等着来抽烟。好，我们刚买完了，要回去了。便当冰箱里有啊。他们啊、哦，他们要吃什么的？哎，我问一下好了，哎。他喜欢讲什么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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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水果。厝的话有面无？有啦有啦，面绝对有啦。豆腐乳